宝宝，你累不累？不累。不累，我背你啊。不用了。哎，你看你累得满头大汗的，来，我给你擦擦啊。别动，别动。你眼睛上有根毛，我帮你吹吹啊。是吗？在哪？住嘴！干嘛呢？你瞧你这一嗓子，吓得我差点没亲上。我要不喊这一嗓子，你俩就真亲上了。小妮儿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答应我啊？借我女朋友娜娜，装成你女朋友骗你爸？你怎么还来真的呀？我这不是练习一下吗？我怕一会儿进屋以后露馅儿。练习呢？对啊。啊，那行，那行。那个，这么多年的哥们儿了，你对我能不放心吗？对你我放心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对我不放心呗？放心，放心，放心。没事，就是领娜娜进屋跟我爸吃顿饭，然后我就还给你，行不行？行，那你们吃，我在边上看看就行。我领女朋友回家跟我爸吃饭，你在旁边看，我怎么介绍你啊？你就说我是娜娜助理。有带助理回家见家长的吗？那得多商务个家庭啊！我不管了，行吗？你要不让我进去看，我就把事儿当你爸面给你捅破了。别，罗儿，你别着急，你要看也行。那你进屋少说话，你别跟我说露馅了，行吗？行。那我就进去了。嗯。等会儿。你们两口子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？不是，明儿你再告诉我一遍，我进屋怎么说呀？我忘了。记住了啊。你是沈阳人。你是公司高管。你今年30岁。你是女的。废话呢，我们家娜娜还没到30岁呢。就是我爸就想让我找个30岁女朋友，说女大三抱金砖。你再抱抱，把我更年期给我抱出来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俩分开点，我这开门了啊，快点。来了呀！儿子，爸，哎呀，大儿子，爸都多大了你？阿姨好。那个，这是我爸。啊？啊，叔叔好，叔叔好，没事没事。小妮儿他妈走得早，这些年啊，我是又当爹又当妈。是，当妈的时候稍微多了一点，落下后遗症了。是，那个儿子呀，我让你给我带回个儿媳妇来，你怎么带回一男一女啊？你这是让爸爸给你挑一个呀？不是爸，那个，这是我女朋友娜娜，那个是她助理。哦，来。快，没事，屋里，来，快进屋，进屋，哎，来，进屋，哎呀，坐，哎呀，娜娜哈，真好，哪儿的人啊？沈阳人。哎呀，好地方啊，你干啥的呀？公司高管。啊，多大了？30。怎么样？好，我押题押挺准吧？告诉你，这全用上了。属啥的呀？我属鱼。属鱼？属鱼，公司高管。啊，对。就是公司里这个特别忙，什么事都管，什么事都得找他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老板，老板，开门不好，公司出事了，老板，你赶紧回去看看，老板。你喊什么呀？公司出啥事了？那个公司着火了。公司哪着火了？公司后院着火了。后院？啊，你赶紧回去看看吧。后院不是游泳池吗？啊，对，就是游泳池着火了，水都烧开了。那你赶紧打119啊，孩子，快灭火去！对，你赶紧去处理去吧。就是一会儿干了。灭了，防火演习。我就是跟领导汇报一下。你看你。你们也没吃饭呢，那正好我也饿着，来一块吃吧。哎，这孩子怎么自来熟呢？不是那个你吃饭是不是有什么忌口啊？我没忌口，我什么都能吃。味精能吃吗？能吃。添加剂能吃吗？能吃。地沟油能吃吗？我就好这口，能吃。能吃，你出去吃去吧，家里的饭不适合你。叔叔，那个我有个事儿跟你说。那个，不是，别，你在家吃呗，都来了，是不是？反正家吃不了也得剩，就是，剩下就喂狗了。来，一块儿吃，坐。
那个，我给你搬把凳子去。哎，不用爸，没事儿，他个儿高，蹲着跟咱们坐着一边高。蹲那儿吃吧，孩子。哎呀，吃吃吃。给娜娜夹口菜。哎，谢谢。给娜娜夹块肉。哎，给娜娜夹块鱼。哎，你能不能自己夹？你总上娜娜碗里夹什么玩意儿呢？你让我蹲着吃，我也够不着啊，这桌的菜。那个孩子，要不你站起来吃吧。从我这个角度看啊，就一个脑袋在那儿吃饭，太吓人了。行，我站着行，这个过年了，叔叔也没什么准备的啊，一个小红包，略表心意啊。这个、不好吧？不用吧。那个，我看我第一次到家里来，真不好。不是，啊、你别拿，白瞎了吧？行了，都别抢了。哎，我帮领导收着。啊。领导，我帮你收着啊！你帮领导收算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叔，我有个事儿。那个，收着吧，这个人特别踏实，放他那儿没事儿。行，这个镯子呀，是当年小妮儿的妈妈这个嫁妆啊，就等着什么时候我儿子有了儿媳妇儿，这就能传下去了。我看娜娜挺好，这镯子戴上。啊、那个不用，爸，戴上。你这太贵重了，这么贵重的礼物，娜娜不能要。本来说这个尺寸也不见得很。再说。他拿不下来了呢，怎么、啊？你俩一个镯子，一个红包，你俩就分了呗？贼不走空啊！不是，儿子，你来一下，我问问你，这助理和娜娜到底什么关系啊？嗯，他俩没什么关系，就是普通的同事。我怎么看着那么像一对儿呢？不可能，他俩怎么可能是一对儿呢？您家也太热了，这。这情侣装都穿上了，这还不是一对儿？那个，不是情侣装，这是他们公司的制服。行，那个儿子呀、啊，这回回家能多待两天了吧？啊，这次我能住到初七就走。太好了，你看啊，爸呀，把那里屋给你收拾出来了。今天晚上啊，你跟娜娜就睡那屋啊。啊？不行。怎么不行呢？啊，娜娜认床，她换个地方她睡不着。啊，对，娜娜认床，你怎么知道？那个，他听公司的人说的。你们公司的人全都了解娜娜的睡眠状况啊？那不是，就是娜娜人好，见谁跟谁说。那我跟娜娜一屋啊？不行，不行，那总不能让他们俩一屋吧？我觉得这个想法好，一屋。这听我的啊！就你们俩一屋，快，睡觉，睡着。我那个对不起，不是，我们俩没结婚呢。哎，对了，没结婚那没办法，法律规矩一个屋。没结婚怕什么呀？咱今天就结啊！快，你们俩准备一下，你给客穿个四衣，来，我当背景墙啊。哎，小宁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我也没想到。说吃完饭就走吗？这怎么还结上婚了呢？我没想到我爸有这出啊！你就当配合一下我爸，哄我爸开心，行不行啊？行，哄你爸开心啊！啊，别跟别人说啊！行，谢谢你啊，哥。行了，快点，司仪，咱们婚礼啊，现在开始。好的，新人一拜天地。嘿嘿，太好了。二拜高堂。好，完事儿。什么完事儿啊？拜完了还有呢，后边拜完该干嘛了？啊，那个拜完之后，王小宁和娜娜正式成为结拜异性兄妹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。停！你这孩子，你没结过婚，你还没看人结过婚啊？这词儿我都会，听我的啊，跟着我的口令走，来，一鞠躬。头碰头，恩恩爱爱到白头，再鞠躬，脸贴脸，百年好合到永远，三鞠躬，嘴对嘴，今生今世不后悔，亲一个，来，一起来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不能亲一个，娜娜，这活咱不能干了，再干咱就成二婚了，咱就得镯子了，来，给人吞下来了。老爷子，东西都给您放这儿了哈，这活我们不演了哈，走吧，娜娜，走吧。这就演不下去了，
我早看出来你们是演的了。好啊，儿子啊，长大了啊，学会骗我了。你成天说自己忙，我真是怕你忙的有一天你连家都没有啊。爸，我这不是想好好奋斗几年，等条件好了就好好孝敬您吗？我知道我妈走得早，您一个人拉扯我不容易，我怕我结了婚以后就更没有什么精力照顾您了。儿子呀，爸担心的不是你的婚事儿，是你的幸福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爸，爸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明年啊，我一定给您领回一个真儿媳妇儿，然后给咱们家呀再添个小宝宝，加多宝宝。拉钩，拉钩，拉钩上吊一百年。叔，明年啊，咱们两家子的婚礼一块办，您就给我们当司仪好不好？这就对了，以后不许耍这小聪明啊！我都多大岁数人了，什么事儿我看不出来？哎，叔，你怎么看出来的呢？不瞒你们说啊，当年啊，小妮儿的妈妈就是我找我哥们儿借的，后来才有的她。啊。妮儿，你这招是跟你爸学的吧？不是，我一开始不是这么想的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不是，你是不是对娜娜有意思啊？不是，怎么回事？你这鼻子给我挺直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对娜娜没有什么想法。